啊，上班真的很累啊，好想疗愈一下哦。喂，你好，我是 Web TV， 我想要。喂。现在年轻人是怎样？嘿，是，嘿，对，那 Amy 姐，你先不要生气嘛，对不对？喂。Amy 姐在开会，她一分钟前来跟我讲电话哦。那你可以帮我。哎，怎么啦？老板每周丢烂 case 给我啦。看来你是要放弃了吧？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现在老娘擦完必胜唇膏了，走去堵他。好，谢谢，那我们再联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来吃饭哦。喂儿，你写的是什么烂气话？我叫我阿妈来都写的比你好，乱七八糟，全部重写。道兄，道兄，我问你哦，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最会做企划的人吗？我想是我主管的阿妈吧。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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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起码提到白痴哦，你走音了啦，你干嘛？啊，你了不起哦，你没有我鼻子长吗？那你有长颈鹿脖子长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他长，我还有很多地方比他长。哈哈哈哈！那我问你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也可以。老板说要你下班前把它弄完。现在都要下班嘞。老板说的。我好了好了，拜拜。哎。只要老娘下定决心，一小时把它 KO。智障哦，那一顺序都错的，那是不会顶起来哦。吃炸药是不是啊，凶屁凶啊！那你不要增加我的工作量，我就不会对你凶了。啊，都给你就顺便顶起来会死是不是？那你 KO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顺便顶啊？那叫我讲几遍？你不会买一个哦？你们看，我新买的，可爱吧？林昌的订书机耶！那我们把它顶起来，我们把它顶起来。质感的哈，你拿你拿你拿，我顶起来，顶起来。我再顶别的，再别的，顶什么？顶嘴巴，顶嘴巴，我们顶起来。